把他的亲属的那个，哎，那个，哎不，好，哎那里呀，我，都来考标，考标吧，好啦。他的亲属的那个，他的亲属的儿女啊，他的亲属那里没修过呢。现在嘛，他的亲属把那说，哎那个，哥哥表弟还真没包，没包路吧嘞，包路吧是不啦？哎哎那个，哎家哎家没开开呀，喏，你就不要把我比如说你呀，你呀就是的，你呀呗啦。啊，那时候就什么家庭了？哎，哥哥，现在嘛，八十八公斤的嘛多啊，我，现在就是的，你，那路啊，现在都在那住那个小公寓里的，要是住公寓里面哈的，我天天轮嘛天天好不着的，在这路这么长嘛的。哎，哎，这里是玻璃园咯，哦，他那亲说话嘞，住的下午，好，滴滴喳喳，我跟他那白他白他那亲。不然都是垃圾，垃圾这些东西，那么你不在那，现在那里的嘛，你挂了那个啥物事了，在哪里交 ？OK， 我到底请你去哪方面？